欢迎收看今天小麦的健康笔记。大家好，我是你的主持人美拜，还是小麦？乱说，我们今天是来什么？没有啦，今天为了要符合他特别难行，所以我今天的主题跟你有关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我问你，你平常都怎么样舒压？看小豪出样子。哇，这个真的是收多少钱了？点阅率没有破万，什么小宽姐？小宽姐会生气。对对 对, 对, 对，你看我都有在看。那他已经哭很久了，所以今天带大家哭得更惨，所以今天带大家来舒压，用艺术类来洗涤大家的心灵，叫做符合对他的形象，硬讲。我们今天参加的是流体熊，这个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，我觉得那是什么意思啊？念落伍流体熊最近很红怎样？真的就是所有的那个网美网红，还有小朋友、亲子和家，大家都很适合做的哦，真的、哦，真的。哎呦，那所以我们现在在哪里？在流体熊Muse Studio， 很聪明。好，待会呢，我们就来教大家一块来做流体熊。欢迎今天我们的Johnny老师。Hello， 大家好。老师，为什么流体熊突然爆红？它什么？对，流体熊应该是说，它本身来说，它就是用颜料直接把它淋在熊上，透过颜料的堆叠而产生纹路感，所以基本上来说，它的难度没有那么大，所以不会像大家小时候对美术课比较有阴影。哦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所以大家会比较轻松自在，所以也是为什么它成为现在很主流的一个休闲活动的一个方式。哦，那显见这样一个活动最重要应该是颜色吧？对，所以待会你们就可以选自己喜欢的颜色，然后我们最多是选五个颜色去做搭配，对，然后所以每个人做出来都会是独一无二的孤独。我突然觉得这是一个颜色决定生死的游戏，对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觉得应该很难做得难看，因为熊本身就这么可爱。那你想要走什么样的风格？因为我要做回来之后，做回去之后拿去跟我女儿炫耀，因为我觉得她会很喜欢，所以我要选她喜欢的颜色。比方说，紫色啊，粉红色啊，就是小女生的那种浪漫颜色。对，怎么办？我突然觉得我有障碍，我不知道选走什么风格好。你该不会选到晚上他关门了？我觉得有可能，你还没选出来吧？拜托，我没有，是不是很苦恼？对，很苦恼怎么办？那老师，我这边没有我喜欢的颜色呢，我就离场了。下次再来。你是不是来砸店的？我的妈！不是，我这真的是。好，那我这样，我想做得很漂亮。谁不想做得很漂亮？很漂亮不是用说的好吗？老师，那我有问题，因为他的手，他四肢是活动的，对。那我在淋的时候，他可以动吗？你一般会瞧好，因为你淋上去，假设你有很漂亮的纹路，你怎么会舍得再去摸？了解哦。所以在淋之前，你要先摆好他的 pose 就对了。对，没错。固定好。不然的话，你待会弄得很漂亮，再去摸它，它就长就毁了。OK， 好了解。那我在倒颜料的过程当中，有说深的要先浅，还是浅的要浅？其实还好，因为它流体本来就是在不可控中去找一点可控的感觉，所以应该是说你想要做的是什么色系。假设你想要做紫色系，我的紫色的层数就比较多，而不是一次很多的紫色。对，当我假设我加20层，有10层是紫色，我倒出来不可能不是紫色。这样可以理解。可以。但是我同时因为我紫色是夹杂其他颜色去堆叠，所以它会紫色带着其他颜色一起出来，而不是一整块的紫色，一整块，这样很理解。然后反正创作是自由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假设说我这块要留白也可以，就随便我自由发展这样子，对了 ，OK。就是没有局限。好，现在我要开始上色了。那第一步就是要先把所有的颜色倒在一个杯子里面，然后将它淋下去打底。那其实现在我有选择障碍，我不晓得我要用什么样颜色打底比较好。你不要再选了，我是快很准派的。应该假的啦。真的啊，我要领哦。这只是试而已。对，这只是试而已。我想要再少量多试。Hello， 我这只是试而已，直接大胆的淋下去。我已经可以回家了。很美耶。是。你要看前面，很美。我已经可以回家了。艺术大师就是这样的。你是选美小姐是不是？选熊小姐。你很美耶。我觉得这真的也很难失败耶，因为你的也很漂亮哎。我的很美。有撞色感觉耶。对。真的。有来到丛林的感觉。来，我们同时面对一下镜头。老师，请估价。估价。好。第二，
第二 round 来吧，头。第二 round 来了。哇。哎，那你满意你现在的配色吗？我很喜欢我的头。真的、哦，你喜欢你的头？对，你的头 OK。可是，哎，怎么办？我现在有点担心哎，我怕万一盖掉怎么办？哎，可是我觉得它虽然看似没有什么技巧，可是感觉要有一点美感哎。要。而且因为你也不知道，你不知道你每一次淋出来到底会长怎样。对啊，所以你就是会有一种很紧张的感觉。你到底对头有什么执着、啊？你的头都变绿了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刚前一秒是黄的，你现在又绿了。我真的觉得跟淋的方式有关，所以你找到技巧了？我没有，我觉得就是那个 freestyle， 放宽心，没关系，就这样。Six and a half hours later， 赞赞赞，完成了，哎、欸，很棒哎，你觉得跟你当初的想象，不太一样。但是没有关系。那你还是觉得它有维持你的浪漫风吗？有，我觉得就是很那个 colorful， 是我喜欢的。我觉得他作品从头到尾，他就一直让我一个感觉，就是很像一颗地球。真的假的？哦、嗯，充满生命力的地球。对，这很棒。对，我觉得很棒、嗯。那你觉得我的作品呢？我觉得你的作品很有质感，从颜色，然后到纹路，看起来都是那个。非常的感觉就是质感很高，像精品的感觉。谢谢。所以如果你要买的话，你愿意出多少钱买？没有，你要送我。我要考虑要放在家里的哪里？还要考虑。好了，今天很开心来到这边，然后做一个很舒压的一个东西，然后。他，我觉得舒压之外，又可以把你的作品带回家、嗯，我觉得这是一举两得的很棒的一件事情。今天谢谢小奈参加哦，谢谢，也谢谢这个老师今天带领我们，感谢大家。好，有兴趣的记得哈，可以搜寻这家店家来这边做哈、嗯，感谢，下次见，拜拜。五天后我们拿到成品了，这一支还记得吗？这支是小麦的，然后这支是我的。当时在湿淋淋的情况之下呢，老实说，我觉得。可能没有我想象中这么好看，但因为现在风干之后，超美，真的是超美。但哪一支真的比较美呢？我现在要进行残酷二选一 ，Go！ 请问，嗨，哪一支比较好看？都好看啊，都好看，但是一定要选一个。哎、欸，嗨，你在吗？我昨天啊，坐电梯，二楼一打开，然后就进来一个人，他就跟我说。沈玉玲嘛？啊？你是沈玉玲吗？怎么可能？有那么像吗？其实蛮像的。好了，你为什么给我这个插曲？我叫你选一个，你给我讲一个故事。对，我喜欢这只，可是我如果你要当装饰的话，我选。我喜欢这个，我喜欢这个，但是你不会真的放家里用。为什么是这一只放家里？因为它很亮啊。这只不亮吗？看着心情在好。下一位，气死我了。那先请问，哪一支比较好看？我试图要看出暗示，没有吗？暗示？没有吗？暗示。哦，不是，真的？为什么？我觉得这支不是你的。我不要得罪别人，我可以得罪小豪哥，我不要得罪别人。你平心真的很喜欢这一支，所以一定要带回家，你会选这一支。对，它比较冲突感，就是有种艺术感。这个配色有点迷彩配色，也是不错啦。也是不错。可以公布答案了吗？看到我眼泪了吗？猜对了。请问这两只你喜欢哪一只？这一只。为什么？因为它蓝色的、啊，我的幸运色。哦，啊，你是喜欢这一只？颜色不是很好看，很像是超黑的。你再说一遍，这是像什么？你拿着说像什么？拉肚子的那个颜色啊，好啊，这会是你做的啊？不会，怎么可能是我做的呢？所以樱桃妈妈好，就是今天跨界赛，没错。所以女生好像对这一支有兴趣，厉害吗？哎，这两只你会喜欢哪一只？这只。哦，为什么？啊，因为颜色鲜艳，很可爱呀、啊。那这只呢？这只看起来有点阴沉，它可能有忧郁症。我真的要得忧郁症。你觉得你喜欢哪一只？这一只吧。怎么了 ？Good choice。我傻眼呢。真的觉得这一只很丑。
你有气到这样？你看，它整面都是红色，它就是被烫伤的熊，它在干嘛洗？洗干嘛？请问这两只，你第一眼最喜欢哪一只？其实我喜欢这一只。为什么？不知道，感觉。就感觉，那你觉得这是怎么样？是不是不好看？它不会不好看，但是我喜欢它。他喜欢它，对不对？你就觉得这只好像就是很普通，就没什么感觉。有陷阱。好，谢谢你。哎，我也嗯。这个人怎么这样？处心积虑。请问，哎，这两只你选哪一只？这一只吧。哪一只？这只啊。为什么？看起来比较颜色比较 OK 啊，就是太暗淡了。欸、暗淡不好。绿色我先选颜色。为什么、啊？没有啦，我喜欢蓝色跟粉红色。好，好，没颜色，反正现在他会被我封杀。拜拜。双剪君只要看哪一只，看哪一只比较好看，这只对不对？哎、欸，两只经过了随机接访，好像这一只比较受欢迎，但我觉得。颜色啦，看来缤纷的颜色跳的颜色，我觉得还是会比较受到喜欢。那我这一只，不会，我很喜欢你这只钥匙这个。钥匙，你有那么难看吗？我觉得超美的。好啦，谢谢大家的选择，不管哪一种选择都是最好的选择，因为这就是最独一无二的。喜欢的话自己动手做，那也欢迎你在动手做之前先把我们的影片看好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